我接下来要给您欣赏一段相声，班四辈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、曹云金。节目呀，一看热闹。这个节目呢是相声，哎，我给大家表演啊。相声有一个人的，有两个人的，三个人以上就叫熟了。等等，怎么？干嘛？表演相声啊？说相声？对呀、啊。你是说相声？啊，我是相声演员呢。那他们呢？大家是听相声的。观众朋友，观众啊，这台上的这就是我们应用的道具了，桌子、扇子啊，扇啊，对呀、啊，嗨，我们在台上用啊，哈哈，对，是有这种手法，有这种手法啊。不是现在用，嗯，手绢手绢，哎，扮个大姑娘小媳妇儿啊，哎，腿子活呀，什么我们还给我看看干嘛？这扔了，行了，我不用这个了。这个醒目，醒目，对，这我知道，这比雪碧好喝。什么呀，你们这是？行，不是喝的，是拍的，拍的说相声。哎，那我能听吗？能听啊，都可以听啊。您买票没有？没有。没买票不行，门口买张票进来就可以听。还花钱呢？啊，嗨，当然了，现在是花钱买票，以前相声园子不是花钱买票，临打钱。怎么临打钱呢？说着说着到节骨眼上了，一拍这个就要钱了。这那点钱要钱了？对呀、啊，这不要疯了是吗？要钱了，是啊，一拍要钱了，这要钱了，这要钱了。我看你们这规矩大了，我们就这么定，老味儿就传下来了。那行啊，那我听一会儿。您听啊，我听你说一会儿。好，行吧。哎，那您就别原因了。我不说话。好，您说。我给您表演一段相声啊。说远瞧忽忽悠悠，近看飘飘摇摇，在水里边一冲一冒。这个说是鱼肚，那个说是碎头。二人打赌江边桥，不是葫芦不是瓢，原来是俩和尚洗澡。这是一个定场诗，定场诗呢，就是让朋友们啊，安静下来，以便后边呢我说这段。嗯，这就给钱的哈，别坏了规矩。哎，好，谢谢您啊，王哥。你看这先生太好了。刚才呢是一定场诗，类似的定场诗很多啊，你像什么天上一阵黑咕咚，好似白面往下扔，倒比耳子来得痛，柳絮花飞一般红，黑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红，坟头倒比馒头大，井是个大窟窿。这也是定场诗。我接着说定场诗的意义吧。定场诗呢，就是为了让大家安静下来，以便后边我们说这个单口相声的内容呢，您太客气了，还得啊，规矩嘛，是这么定的，这先生多和气，谢谢啊。定场诗一般都这么长，不过也有短的，哎，四句啊，六句啊，哎，像什么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切糕蘸白糖，哎，这也叫定场诗。
以说句唐诗，也可以说句东朝人来的呀。这正文你您太客气了，啥人文您谢谢啊。哎，这个您看这先生先好好的学文化，说到这儿我爷爷接着往下说死了。你爷爷什么脾气啊？我逮不着他来了，反正我不让你猜着了。后来我爸爸带着我上北京来了啊，我爸爸也没能耐，没上过学，到了北京也就是做点小生意，卖点什么呢？卖煤，煤炭生意，哎，烧的那个煤，炭生意，给球冬天点的那个煤，还让一卖鸡蛋的给打了。这跟卖鸡蛋的有什么关系？打得满脸是血呀！干嘛那么狠啊？警察来了调查啊！卖鸡蛋的凭什么打人？是啊，他理直气壮。有什么理？哎，警察同志，我家这样吗？怎么了？我这一吆喝，鸡蛋厂旁边卖没了。你爸嘴太欠了，被顿给打的，这条踹折了四根儿啊！对，我父亲躺在床上奄奄一息，把我叫到跟前儿，儿子啊，你废话了，废话了，我打小学捧哏的就这个。啊，你别恨爸，爸爸没能耐啊。一辈子没挣的钱就挣下这30块钱，我把它给你。说到这儿我爸爸咯楼一声死了，接着往下说。还说呀，我逮不着他，告诉他啊，他不想说了，死了。好嘛，他终于死了。我恨我爸爸，我恨他没能耐，怎么恨他挣不下来钱、没钱拿什么娶媳妇儿、没媳妇儿哪来的儿子，没儿子这钱给谁？是于先生啊，你留着花吧。对，你拿走不要啊，赶紧拿走啊，干嘛上我这儿还债来着？拿走吧，不要，拿着吧，拿着，不用，我帮不上。三十给我打儿子也行，没
合适，合适，压根就没钱拿出来。我想说，我喜欢你，真喜欢吗？哎，这也是喜欢您的一种方式啊，他不用给钱，您就捧我们就行，爱看你。是吗？一直想跟您交交朋友。好啊，拉了近了，没有机会。是啊，搭不上话，太客气。今儿能搭上话了，咱们聊一聊吧。想跟您交朋友。好好。哎，对您不是很了解。是吗？啊，哦，您是哪个人的？我呀，就是此地，我们就是北京人。北京人。好。啊，北京您住在哪儿啊？我呀，西城，西直门外大街。西直门外大街，对对对，好地方。正格的，您跟这儿住了几千年了？几千年了？不是几万？万？不是几分钟？几秒钟吧？几分钟？几撮？嗯？时间有这撮的吗？几摊？摊？行了，别说了，恶心了，知道吗？几泡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别挤了，能不能挤？不是就挤啊？您没有这么问，您应该这么问啊！我说问住了多长时间了吗？哎，您问，您跟那儿住了几辈儿了？哦，正哥，您跟那儿住了几辈儿？我呀，我跟那儿住了都四辈儿。头一辈儿是您。这人不会算账。头一辈怎么能是我呢？那头一辈是我爷爷。哦，过飞机呢？什么毛病？二一辈是您？二一辈也不是我。那二一辈是我爸爸。您这都什么东西？三一辈就是我了。小舅子是你。老丈人是你。那咱爷俩肯定不是了。那您这都是四一半是四一半我跟前儿子啊。医疗啊，这不傻。说上来跟您聊了半天了，我有点口渴。哦，干了，想喝点水。没关系，给我找点，后台有。拿来，我问问他们。白队啊，有人吗？我这儿 啊来个朋友，哦，给他弄点水喝，泡着水开了。你给谁呀、啊？我这朋友，给他喝水啊？对对对，水都烫了脚了。给你完了再给。给你什么呀？还给谁喝？你别这么说话，我什么朋友？你怎么烧面去了？谁是朋友？他刚才聊挺好。对啊。长得跟橄榄似的，这么长橄榄呢？这几样啊，我呀，你这个智力受损啊！没事，你怎么拿他当朋友？不是朋友吗？聊挺好。我刚才跟后边可听见了，听什么了？后台人都乐得趴下了。说他跟那胡说八道，你还拿他当好人呢？他没说什么放外的呀。要了亲命，这个智力怎么上的街？挺好的吗？还挺好的呢。你跟他聊天，对，说来说去说住哪儿，有什么话头？哎，对对对，聊聊天。你说住哪儿？西外大街。什么胡同？大连市胡同。啊，你才从那儿是吧？对对对。他问你跟那儿住了多少年？嗯，住了什么几千年、几万年？是啊，人有论几千年活着的吗？俗话说得好，千年的王八，万年的龟。您再说这往那边比划去。您这个人太吃这个亏呀、啊！哦啊，还问您跟那儿住了多少辈儿？有这话吗？有啊有，有是吧？啊，住多少辈儿？我告诉您，住了四辈儿呢，住了四辈儿。对，这头一辈儿是我爷爷啊。你哪一学校毕业？第二辈儿爸爸呀啊，五辈儿都一样啊。三一辈儿就是我。小舅子是你，老丈人是你，这可不是外人。怎么呢？一个老丈人，一个小舅子。是是，老丈人可是小舅子的儿子。你再想一想，老丈人不是小孩、哎、对啊，老丈人小舅子的啊，爸爸啊。这四一辈儿，四一辈儿我们跟前的儿子啊。哎他可句句的都没饶你，他都没饶了我，没饶了你，是你
便宜呢，这里我这个人最好打抱不平，怎么呢？今天这个事儿可不算完啊！你也照花吃药，嗯，过去问他去，问他，我给你出主意，嗯，准保你能赢回来。那好，我还得帮着你。哎，你要是答应了，这算够本儿。嗯，我答应了，咱们就赚了，咱俩一块儿答应，好不好？行嘞，开始。问他，问他。哎，哎，先生。站着就会了。那个，您住哪儿啊？我呀，啊，我没找着房子。他没找着房子，不像话，必须有房子问题。必须有把握心里。不像话。人必须得有房子，还是这样啊？你在我这儿住，是是是，住哪儿？住哪儿？啊，他住树上，拿棍给他帮着，人都帮不上啊！鸟才住树上，不行啊，不能住树上，说不住，不像话。哎，不能住树上，不能住树上，他住树上拿棍给你帮。啊，我住庙，庙，他住庙，告诉他不行，庙里头说不行，庙里头不行，那怎么办呢？庙里头不行，怎么办？就不行，庙里头不行，就不行，就啥没干。跟他说，安官寺院、地铁、火车站一概不行，必须是有房子有屋子。问他，头住在哪儿，生在哪儿，头冲哪边，脚冲哪边，他父亲什么时候娶了他妈，他妈什么时候嫁了他爸爸，生的时候哪儿买的衣服，老根在哪儿，到底哪儿老宅子？问，你给我写一条怎么样？我给你，我给你提醒，提醒啊，我就，我告诉你啊。安官寺院车站码头一概都不行，嗯，知道吗？你必须得说出来，你哪儿挣的，哪儿养的，哪儿种的，哪儿躺的，你爸爸说娶的我妈，对，我妈说怨你爸爸，行了，我上哪儿都来了，干脆你就住哪儿吧，你非得说出你住哪儿，我住前门，啊，出来了，前门。那美什么呀？前面多少人呢？哪一趟大街啊？什么胡同啊？哪一趟大街呀、啊？什么胡同啊？几口胡同？几口？还真没见过。几口胡同？几口胡同这趟街不短了，长着呢，搁这多少号？几口胡同多少号？半号。半号。像话吗？那啊，哪有半号的？你上小天桥的半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半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啊，一之后说啊，没有半号啊。你上学的时候学的半一二三四五，没有一号都错，一号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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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一号半有准地儿就好办了啊。我在这儿住了多少辈儿了？啊，哎。您在这儿住了多少辈儿了？我呀、啊、我住了六辈儿。我哪啊，他住了六辈儿。那就不对了。怎么刚才他问你，你住的是四辈儿啊？四辈儿啊，他怎么不是六辈儿呢？孩子问，那怎么回事啊？对呀、啊、刚才你问我，我凭什么我住四辈儿，你住六辈儿？你傻小子啊，我比你大两辈儿。他说他比我大。那还美什么呀？那个又吃了亏了，又吃亏了。人家比你大两辈儿啊，大一辈儿就是你的爸爸啊，大两辈儿就是你的爷爷。跟他说去不行，就得四辈儿。咱不是吃亏的人，你这不成啊，就得四辈儿。行，我也住四
不然了吗？四辈儿，四辈儿，这就开始了啊！怎么呢？问他这头一辈儿是谁？我跟你一块儿来。四辈儿，四辈儿，那您这头一辈儿是姥姥？哎。修养多高的品位，我觉得也没必要。我们站在台上，我们扮演的是剧中的人物。对，你看电视剧那咔嚓一刀被人剁了，你知道是假的，这到我们这都是真的呢。好多人较真，哎呀，他说他是他爸，真的，我们自个儿都不这么认为。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，是假的。对，别跟说相声较真，哎呀，这个格调不高雅，不规矩啊，规矩得早起，还升旗去。对，听相声不是高兴，你也不必分析我们。好多观众较真儿，要分析这个节目的表演，分析演员，从文学的角度、美学角度分析。你说你都琢磨透了，我们吃谁去？出了这个屋就可以把它忘了，最起码这一会儿你高兴了就可以了。你出门该上班就上班，该挣钱就挣钱，该还债谁也拦不住你。有这么一会儿工夫，您快乐，我觉得演员就尽到自己的责任了。过去来说，臧克家先生给武训写过这么两句话，说古今完人究多少，何与一概作苛求。就曾经大肆的批判武训的时候，武训是一个乞丐，但是很想办学教育更多人，为了这个大肆的批判武训。这天下哪有完人，你跟一说相声叫什么劲儿？说相声这点跟武训异曲同工之妙，我们能让人高兴我觉得就挺好的，是不是？最近快过年了，北京德云社最近演出很多，为了让您呢轻松一下。过年了，这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，对，尤其是除夕大年。对，我小孩儿都小的时候，他们小的时候一到过年就缠着我要花要炮，什么呀？那会儿不像现在似的。行了，我多么缠过你啊！就说想当初吧，是吧？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生活提高了。但人们依然喜欢过年，当然高兴。是哪国人都有自己的这个过年过节的这个说法，外国也有洋节，有他的节日。当年没有，你说圣诞节啊，过去有吗？咱们没听说过。
你倒回咱们那会儿你就没听说过，是那会儿不过这个。现在你看到圣诞，孩子们最高兴，出去玩去，能收着礼物，挺好。嗯，其实外国人拿圣诞当回事儿啊，嗯，这是人家的年三十大节，嗯。一到这天，外国人一撕月饼片，呀，都是奶酱，这是荷兰人的，这是什么外国人的？荷兰人啊，你学这是荷兰人，高兴啊！外国人这天都出去砍树去，砍完树搁院里，那袜子都挂了，晾衣服去了，装礼物嘛，拿袜子装礼物嘛，啊，教堂里边人很多啊，对。唱诗，对对对，一排修女就穿黑大褂，一大家子是，这等着啊，旁边带神父，神父领唱，哎，他带着唱，神父先唱，唱什么呀？一轮明月照西天，哎呀，修女们合唱，二八佳人小梳妆，哎呀哎呀。说这国家是沈阳吧？听说过二人转，他们也不懂，反正知道有这么个事儿啊。肯定是唱诗。还有这个2月14号，嗯，穷人节。到这天呢？不是穷人节啊，这情人，有了情人就可以当穷人不行。2月14号情人节，情人节哦，街上都是人呐，对，带着情人啊，带着别人的媳妇儿都上街了，带着自己的媳妇儿，几个媳妇儿跟着别人走，全国正片儿，都是情人吧？啊，对对，双双对对，都一对一对上大街。高兴庆祝，对，有一年北京下大雪，2月14号满天大雪，嗯，雪得这么厚，是踩上都滑，嗯，街上车都走不动，嗯，二环路上都堵了，哎呦，一对一对的亲人，嗯，顶着风冒着雪还搀着，哎，还拄着棍儿，脚底滑，是要走一边嘱咐呢，说什么？小贵不要抱下，回冻僵了，老是晕的这个雪。4月1号，啊，愚人节，那这就是开玩笑，这是法国人发明的，对，400多年前的事儿，啊，现在中国也不，哎，开玩笑，当然了，玩笑可以有个度，哎，掌握度，哎，您反正一到这日子，我就特别留心，怎么呢？谁说什么我都不信，哦，就怕人骗你。4月1号，去年4月1号，嗯，啊，到天桥一进剧场，嗯，徐德亮，嗯，亮，说相声徐德亮，师哥，说点事儿，闭嘴，不听。骗了，没错，是吧？于谦儿是个好人，哗，骗我！哈哈哈哈哈！说太对了，不能把他骗我，骗我。对，反正这一天谁说什么我也不信。好嘛，到中午好，明儿闹肚子。到厕所方便一下吗？是。进厕所，推开那隔断的门，方便。方便完了，一回头，纸没了。完了，轴上贴个纸条。写的愚人节快乐，值得了，这好，这开玩笑了，太缺德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没带着纸，掏出钱包啊，都是整的，你要说3块5块就算了，花好几百擦回屁股，太奢侈了，怎么办？哎，怎么了？天无绝人之路啊，我带着手机呢。拿手机擦，这玩意儿太难受了。这个，你弄的键盘上没法儿挤。20办法，拿牙刷刷。我借你个牙刷。脏不脏？一身三伏特。打电话嘛？给谁打电话？给我徒弟。谁呀？就刚才这孩子。哦，这个。曹云金。啊，他在剧场呢。刚来的那个。曹云金。我师傅啊，那个师傅被困厕所了啊，快发大兵前来营救啊！废话废话，拿纸来，送纸来，快送纸吗？师傅，嗯，别走了。愚人节，4月1号愚人节，我懂。我刚才收一短信，让我上厕所送纸去，我才不上这当呢。挂了。给
和云雷达啊，大师傅，小伟，我说师傅，我在厕所呢，你纸送纸来，他乐了，师傅您这没有啊，我刚收一短信，我还给别人发了一短信，我给曹文金发一短信让他送纸，哥俩还逗呢，您别在这套，您这怎么办？给李京打电话，哎，他后头，我师弟，喂，李京，干嘛呀？那个，我是你师哥，你听我说，是真的，我不骗你啊，知道？我在厕所没纸送纸来，你就相信我，不是骗你。嗯，我知道你说是真的。我在你旁边蹲一钟头了。年的终归是件好事儿，高兴啊！大伙说来，就上来，到这儿茶馆这儿来，不好意思，喝杯清茶，听听书，听听相声，休息一下是吧？享受茶馆的名字，您这都写着了，对，按照谦哥的人姓写的。什么？原来我们叫张元，现在叫张三八。我从心里来说，我对谦儿哥很敬重，这是实话啊。如果说郭德纲有一丁点成绩的话呢，那么完全得力于我自己。今年没少干。你要不说我，以后就别往我这指，晃一下这样。我没说完呢。单丝不成线，公木不成林。浑身是铁打几根钉子的话，没有人家别人的帮助，你到了今天吗？所以我今天我郑重其事的感谢一下我的夫人。这里到底有我没有？要是没有你，我早就红了。我一直搅和的是吗？这是开玩笑，大伙可能对谦儿哥不是很了解，只看到他台上，台下就不认识他，台下就是一个好人，客气厚道。而且来说他没有说相声那些毛病，你记住了，说相声最难得，是居功尽力者居多啊，三台好色都是说相声干的，这手攥着爸爸，这手拿着五分钱过河，脚底一晃把爸爸扔了，五分钱都没撒手，钱怎么了？90%说相声说这点啊，但谦儿哥是个例外，我想他不知道理财有方，因为我拿我来说吧，我就不善于理财，这挣钱简单，来财如长江流水，去财似风卷残云，容易左手来右手就接了，人家不一样、嗯、每个月都有详细的收入明细表，我这样，哎呀，说这钱比如说这钱不该花、嗯、打死都不动，当然这钱该花、啊、打死也不动，那我就没花钱的地方，很会省钱过日子人、哦、嗯，你看一到下雨谦哥是最幸福的，高什么兴奋，因为我们在一块在天桥演出，一下雨，天桥那个房是老的老剧场，顺墙根儿长了好多像金针菇一样的野生菌类植物，叫中药材，啊，有这么说的啊。他一弄一大部分个他那个煮熟了，呱唧呱唧吃。我吃狗叫台，绿色食品吗？那煮出来就黄色的了。你炒黄吗？喂，上次就是下大雨弄一大盆，刚煮得，我有一徒弟。东北的孩子就见了个烧饼，对，小孩儿，大爷，管他叫大爷，你别吃，那玩意儿有毒，得毒死你。他一想，对，怎么办呢？他煮熟了不吃也难受，浪费。门口叫一小狗进来，拿碗拨出一个，吃。小狗跟这儿一点一点都吃了，吃完还欢蹦乱叫。哎，没事，他说没事，开门把狗轰出去，他跟这儿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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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吃相还不如狗呢，是吧？刚吃完吧，烧饼进来了，大爷，狗死了，这完蛋了，这个他吓坏了，你早说呀，你看这，你早告诉我，这怎么办呢？是啊，你吐啊，往外吐啊，吐不出来，吐出来就行了，吐不出来，这孩子聪明，
上厕所给弄了一下子尿了。于老师喝吧啊，他喝了，哇，都吐出来了，还是难受。海涛问一下，那狗死的时候惨吗？太惨了，大卡车咔的样子。